哎，不过您要不要提一下这个起源在哪儿啊？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idea 啊？是，刚才讲的在海外演出的时候，是之前年长的观众们托付啊，那么加上现在的复古风，你看最近的宁波，对，这复古的老电影《养鸭人家》，很多人这个还是看得津津乐道，还有这些连续几场的复古歌的演唱会，包括我们也看到潘安邦的回来，对，你像蔡琴的舞台剧的演出，等等，都是非常好评。本来没什么自信，总以为可能群众也忘记了，可能唱片这么新兴行业，我们可能也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正在这股风潮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又被这些音乐人他们又再次这个重视到，所以把它就灌成了这张唱片所以就选择30、40年代。对呀、那个年代我们的没经历过啊，对呀、搞不太清楚啊。对呀、是，就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新歌是来听一听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说咱们中国的爵士乐也是不错的，真的也不错有些歌情感的描述哈，我想就像现在人的感情一样，歌逃不开是叙述人的情感，对，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怎么说呢，现在就是速食，你就看公车站好了，我常看到一些高中生两个人，大概不过18、17、18，他们等车的时候会面对面抱在一起啊，还不是说男的从腰后面抱，是他就直接好像随时要奔上去，就正面就这样三贴了，在等公车，旁边有些长辈看的眉头是皱的了。我的心态有点像那个长辈，您也是皱的啊，就有点说，犯嘀咕，这种事情，房间里这是搞什么？这外面大庭广众的，可见的就是说，大家就是这么自然的，是啊，那跟老歌就不一样，老歌写歌词的时候跟现代人不一样。我拿这个街头的一角这个景象啊，是来比喻，做比喻。以前呢，可能都要写信追一个人所以我知道这邓志宏啊，他追女朋友的时候都是用写信的。我就觉得在艺人里面他是很特别，也是个奇葩明明有电话手机，他要写信约他看电影，真的到他家几月几号我等你。这么他算是今之古人了，真的。那么这些怀旧30、40年代的歌啊，就是三句五句都会有一些成语。对，就像现在的人，有的是做家长写请假条，可能是说老师，我是黄子佼的爸爸。这两天他感冒，可能是这样，很白话。以前不一样。敬其者，对，尊敬的老师，我是学生谁谁谁，必家长啊。对，怎么样？小儿因最近受到身体为恙，我身体为恙，还请老师通融，准予请病假。对，都是这样子的嘛。对，几乎这些字现在已经不见了，没有人用这个。对，听说很多博士级的学问很高，电脑玩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响，英文外文，可是拿出来的字跟国小生是一样的，对，根本不能实行什么大家要练字啊，要怎么样，要拿出一手好字才不会让人看不起，这些通通没有。时代真的在变哦，所以老歌算是精雕细琢，然后可以把它当个刺绣呢，还是当个精工这个雕塑的，还是一笔工笔画的一幅画一样。包括您的专辑的这个外面的纸壳包装啊，都不错。他们这唱片公司真的很用心啊。虽然说这个他们同时在做的是一些很时代的这个天后的作品，是，但这碰到您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很细心的把这个刻花的给印上去了，浮雕的浮雕单花，那都是钱的。还帮我拍的是来了个，我非常满意，是吗？我说我怎么这么年轻，怪不得人家都赞美我。电脑修的啊？对呀、我也知道电脑修啊。我说怎么张张都成功呢？这科技也真好。谁说这个也不能仅在旧的里面打转？该新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享受新的时代里的东西带来的方便，对不对？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我们就何必旁人来说美啊？就像刚刚小哥所叙述的，以前的年代跟现在的不同。其实现在当然还是有人在相亲啦，不过媒人这工作铁定是越来越少了。铁定是我们只能用歌声来回味了是真的，好像在市调上
啊，有性经验的人，哎，怎么聊到这儿，好像都很年轻化了，不过20岁，就真的真枪实弹，是啊，汤里来水里去，现在一字头就开始啊，一字头开始，对呀，你还2字头啊，小哥，这。人很多在教室里面就炒饭了，真的吗？可是社会局还在叫年老化呢，所以年轻朋友你们要注意，不要浪费子弹啊！这个哎，说到哪去了？理解到今天我们在看到小哥，我们真的是应该跟他们学习啊，不只是我们演艺人员或者是个人生观，他们都很开朗，而且永远把那个最快乐的这一面哦。永远是在舞台上是这个样子，他精雕细琢啦，或者是说他就是很乐观，然后带给我们希望，这个才是娱乐事业嘛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的是这样的哦。这个我们还跟你们学的也不少。No， 我们 EQ 很差啊。哎，我觉得娇娇就是一个很努力的。我也是看你在介绍这个作为东瀛的艺人啊，他们的动向。啊，以及这个自己主持节目上，啊，刚刚还跟你私下聊了一下，一个星期，啊，演艺人员来讲有3天的工作，照理来讲这个表情就有很多，可是你看你精神抖擞，眼睛黑白分明，各位没像我这样面对面看到，充满了朝气，是，啊，睡饱了吗？非常的好，把握分秒，大家还没看到小哥还西装笔挺，还打领带，我的嘞。因为他前面有通告了啊，不是因为他上电台也这么盯哈。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又要进广告了，又要进广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是聊聊都不知道时间了。休息一下，再回到音乐奇葩。所以说，真的不可用往日的眼光来看。因为这个制作人是叫做小博嘛，哎呦，看了他从新人第一张唱片，对，就像娇娇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，你们可能还小，其实一看你们的，今天到你节目中来，看你们今天公司对你们的器重等等，以及你的版面你所 control 的，才发现就像我进小博就由他来 handle 一样，哎呀，我发现说啊，你们都已经这些岁月中，也许大家不是天天腻在一起，可是你们早就已经是在自己的跑道。相当有成绩，竟然走到你们的花园里面，不由得真的只差没站起来要一鞠躬。我为干什么？你们很神勇的东西，我们却可能是只像做客一样蜻蜓点水。没，不知道你们怎么在里面掌握的这么好。是，您太客气。不过我能够了解小哥的感觉哦。像以前你们录歌的时候，可能他的整个器材啊，或是制作人的这种做法不太一样，不同。但现在这个像小博这么前卫的啊。是很潇洒的，真的是想不到有这么多。他一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，小哥，你不知道我做很久了，对呀，谁谁谁的歌是我做的，谁谁谁，我一听，哎呀，这都是红极一时的。是啊，因为年轻朋友娇娇的节目当中，不知道我们常听，有时候 radio 有些年长的这个司机问讲，也被你们网罗了。没，常常听你们的东西，可见得你看，这都是非这个一天一朝一夕能够。原来你们早就已经播下种子很久，真的，对，我们大家都很努力。不过看到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个旧朋友呢，还是不能说老朋友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从电视上看您长大，就会觉得说很期待。而且呢，其实我觉得像小博老师看到您哦，应该还是会怕吧？他会不会？紧张啊，他还要指导你耶，这哪来的胆子呢？反而这个倒过来，他很胸有成竹。真的吗？小哥你放心，我们做的一切只会比以前的好。阿姨，他是这样讲。我说反而我眼神有点彷徨看他，这小博，这个歌在红的时候你听过吗？应该以你年纪来算，你是跟200多万个兄弟挤在一个小云袋子啊，爸爸。喂，好像是还没有，不好像是还没出生的意思。对，上辈子，哎，还在上辈子。就是，不过我们今天能合作，真的，哎，就像今天跟娇娇一样，我们都能这样面对面聊，我们都是曾经跑得最快的人，哎，才能在这个人间见面。
哇，您这真是啊，开黄腔不带脏字儿啊，大家那个大家脑筋要稍微转一下啊。总而言之，又说到那个话，人的成长都是在岁月跟无形之中自己啊磨练出来的，真的太好了。那您自己呢？比如说，您刚刚提到您的生活很简单啊，但是您也走了这么多路，而且你也去了这么多国家啊。是。可是那您的嗜好到底是什么？你再简单也要有个嗜好。是是。因为像飞哥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啊，这个出海啊，打球啊，他的嗜好挺多的。您的嗜好好像很少，很少见的。所以我呢，除了歌唱，这个环境上的调度，常常在这个国家飞来飞去。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调剂了。然后私下要养养宠物，就没看电视啊，哎，这个爪子在抓抓我，要我抱抱，我就把它从抱上沙发。你说抱鸡吗？还是狗了？哦，鸡可能没那么多表情，狗就有，我就抱抱。是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喝喝茶，至于自己在组织家庭，我是比较没兴趣，没那么看好啊。因为尤其最近老是什么兄弟反目啊，几个女儿告妈妈等等、啊。真的，当然也许我太灰色了一点，是也有很甜蜜很幸福啊。我觉得那个可能养儿养女也要一点运气吧。嗯哼，有的你也不用打骂，哎呀，他就是很好，自己长得很好。哎，你怎么训他，说不定啊，他都狠狠的扁他，他也跑不掉。嗯哼。哎，这个，但我是看得比较开了。我是觉得人生现在很辛苦，为他们的学费一大堆在那边遭肿那些，可是将来老了，说不定真的含饴弄孙。对，那当然也会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不幸的事件了。那还有一种就像我了，想得开，现在快乐比别人长，完全没有这些负担。但老来若是寂寞一点，你也该认了吧？对，也对，看人家先甜还是后苦，还是先苦后甜。当然这也不怕。现在你像那个黄金女郎那种影集，大家三五好友住在也不错。哎呀，租个房间看四房还是五房的，有四房就四个住在一起，找几个朋友，大家要有规则就行、是，还有熟的状况下还会尊重别人。哎，这种朋友就带大家就交得久了，有什么话不要放在心里的啊，礼拜几由你来掌厨，礼拜几由他来掌厨，哎，这很快乐。是啊，大家来吃吃你的口味，是吧？我觉得寂寞倒并没那么可怕啊。所以这些你看都是未来的生活您都想过了啊、哦、哎，是是、哦、怎么万一有这种单身套房，您会来预定一间吗？我跟您的年纪，我怕我们聊不来，我怕会冷场啊。不过你一定比我有情调多了，这个婚姻这些都会水到渠成。没。那么我们那个时代就比较多了啊，很多朋友你看，我们都端了酒，记得那个画面，恭喜恭喜啊，百年好合等等呀。是。可是后来大家又归回原点，又恢复单身的也不少。对呀、啊。我记得我讲这个计划的时候，连叶爱玲都拍双手赞成了。小哥给我留一间，我说你别开玩笑，你还有先生。对呀、啊。他说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哟，这年头说不定的改名，因为我想单独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加入吧。哎，可见得你看，只要这里面规则定好，还是会大家很快的，是还有个照应。了解，所以呢，这个小哥对自己的人生啊，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奇想跟这个规划，然后呢，他也想了很多面啊，正面、反面，通通都想过了。是。但是您刚刚提到说，像出国也是您的一个调剂啊。是。但是你喜欢出国吗？因为我印象中的飞哥是不太喜欢坐飞机啊。对对。他怕的，他有一点那种好像室内封闭的压力、闭室恐惧。对。可是您就没关系哦，我不在意。那住饭店这样子漂泊也没关系、也没关系，喜欢。但是真的很长途，我会考虑一下。真的。哎，吃了三餐都还没到，价格双倍呢。也还好，也不去啊，价格双倍，酬劳双倍哦，那可以商量商量哈。不过刚才讲的住外面就可以习惯，就是在开开玩笑当中啊。不过也有些还是真的啦，是像美嘉，我就会觉得每次去的，听到那个一首歌完毕的，那个掌声像下雨一样，这样形容，哇！来，那感觉是另外一种工作以外的享受，是那跟收入真的无关。了解，有人需要你，有知音在那里等待着你，飞再久都可以接受，是吧？真的，你会觉得阴茎不是阴茎了、啊。
银锦子，那个字念银锦子。来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不要害我。就是等待一个东西、啊。银锦期盼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说，不是应尽的义务的，还是你有学问？就是你的音发音，我会怕、啊。看来听众应尽。哎，这样说来，我的思想也够黄的。您讲什么我都接得上嘞，我都知道。所以那个辛劳全部都忘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过其实我觉得，像这个，现在又推出新的专辑呢，您变成说还是要像一般的正规歌手一样，而且呢，以前的媒体还没那么多，哦、电台呢就一家最大的那一家，是不是？现在要跑得勤，好多报纸啊，是访问也不是就那几个记者，等等，应该还可以接受。常常一个通告接一个，对呀、啊，有的中间隔开一个通告，后面一个又需要化妆的，前面化的妆就不能卸掉，这很困难，有的时候带妆睡觉啊。当然皮鞋要脱了，不然画面看起来怪怪的。喂，啊，正好床头有白树，歌友送的花。喂，那蜡烛摆哪儿？不过我常常用幽默的心情看我们的工作。是，你看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化妆，平常一般正常人一生只化两次吧。那我们艺人你看多幸福啊，没事就化，你化赚到了，赚到了。你上节目化，你拍照化，对，你天天化 ，MTV 也化，记者会也化，是。好的，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的能够碰到小哥啊、哦，因为他出片的时间真的是很长。那么他上次出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电台都还没开呢，啊，现在出片呢，我们下次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，只能在电视上看您的精彩演出了。谢谢，总是会接二连三。目前来真的吗？要期待哦，希望您能够不错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第一天出货就是好几万，现在哪有这种行情市场？真的恭喜小哥！希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教，谢谢。要不就自己买一张，要不就买几张送给长辈，然后也期待明年小哥再接再厉，出更多的好歌给咱们。希望你又有唱出歌的时候再来到你节目中，好介绍给大家。谢谢费青小哥，谢谢。我可能叫你费哥，费哥也难听吧？拜拜。